常非常好的防疫料理，尤其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肺炎，这个在全台好像有病例数，确诊病例数越来越多，那国人都积极寻求一些防疫的这个产品，不管是疯抢大卖场，或者是疯抢一些卫生纸。那坦白讲，与其吃泡面，不如吃料理；与其吃料理，也要吃最好的料理。最好的料理就是我们跟凤梨相关的，有防疫概念的凤梨料理。大家知道凤梨有凤梨酵素，那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食品，所以呢，我们推出各种各样的凤梨料理，不是叫你每天都啃一个凤梨，所以我们都有很多这个跟凤梨相关的一个料理，让你兼顾美食，又兼顾防疫，又兼顾健康。那这一点，请了非常感谢我们远东香格里拉饭店的全力配合协助，也感谢许多大家挖空心思这个极具巧思的一些凤梨的料理的各种做法，更感谢我们农民还有农会提供很好的凤梨产品，所以不管生鲜，不管熟食，不管这个加工，其实都是兼具美味和好跟健康的概念。那欢迎大家在防疫期间多多食用防疫料理，与其去吃这个又不好吃又没有健康概念的泡面，不如来吃凤梨料理。